改变思想，改变生活，改变思想，改变生活。我们很习惯用不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比如一个小孩子在哭，我们会说什么？你说不要哭，过后呢，他就越哭越大声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潜意识呢是不吸收那个不字的。所以比如我们说，你不要去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，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，你脑海里面出现什么就会出现粉红色的大象，对吗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我们说不要想的时候呢，不吸收就变成想粉红色的大象。所以改天呢，我们要学习说我们要的，说你要的。比如一个小孩子在哭，我们就会说笑一下。或者很多人呢都要减肥嘛，那个肥字就把输入脑海里了，就越减越肥。所以改天我们要说什么？哦，我们要瘦。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课程，你可以把这个概念融入你的生活。再见。